大家好，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。我这个厅长终于醒了，昨天我就是这么睡的，睡到半夜，冷了就拉毯子过来盖。啊，这边前半夜好热，后半夜又特别凉。周兰兰也起了，周兰兰，你不过来跟我打个招呼？嘿嘿嘿，哎呦喂，太乖了，输了。那再回家们评论呢，一看已经是10点了，差不多该起床了。啊，金庸小说里边，小龙女是睡在绳子上。我呢，其实也不太差。看，悬空睡觉，嘿嘿，厉害吧？每天起来都要给肉浪浪煎很多次狗粮，只是没有拍。这个小家伙太烦人了。今天是个阴天，外边的这些自驾游的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我们还过着新疆的时间，他们都是过的内地的时间，早早就走了。让已经等不及了，是吧？坐好，记着发号施令，坐好，坐好，坐，坐，不坐不下来啊！哎，非得威胁一下你，是不是？啊，听指令，当只有听话的狗啊！把毛毛理一下，一会儿回来梳毛毛，好不好？今天第一件事啊，溜浪了，走。已经蒙蒙出太阳了，房车几乎都没走啊。啊，最里边的那辆房车走了，这辆房车都没走。遛狗归来，回到房车第一件事，先烧个热水。啊，那个提子面包买到了。今天可以泡奶茶，喝，吃提子面包，泡了。有烧水的时间，给肉浪浪梳个毛，看那个小嘴儿，上面毛。肉浪浪是最最最最最讨厌别人给他梳毛。你是个有性格的姑娘，是不是？过来。想跑，还没搞定就想跑，屁股还差一点。好了，我看看，站起来。哎呦，真精神！这个玫瑰的奶茶啊，它是不咸也不甜的，它是没有糖也没有盐的。就是我呢，准备放点盐，对，因为奶茶还是喝咸的好喝。又开始叼出来吃了，才给你收干净，一天要收800回。我的一天从早餐开始，满月梅提子面包，哈哈，配上新疆的奶茶，来吧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玉龙在擦车玻璃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是准备出发了，今天再换一个地方玩耍。走你！过了这边这个补给点了之后啊，前面又是茫茫戈壁，又是无人区啊，这边真的是太荒凉了。好歹我们离这个格尔木是比较近了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不去格尔木，今天去一个好地方，大家跟着我们的视频去看一下，猜猜我们会去哪儿？嘿嘿。在青海玩的这两天啊，发现啊，青海这边房车特别多。对象又来了一个房车，刚刚过去了一堆的房车，然后这边自驾游的也特别多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就是没有疫情，比较安全，所以说大家都选择来青海这边自驾游啊。
但是这个315确实还不错，然后感觉在网上就是你到了315之后啊，你在网上刷的很多都是关于315的，就发现其实315玩的挺多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一段沙漠公路感觉也挺神奇的，那四周的这个沙山是特别实的这种沙山，然后旁边还会有这样的细细的这种黄沙啊，看起来也是很壮观的。我看到有一些 SUV 的车，他直接把车啊开到了沙山上面，证明这个沙山还是挺硬的啊。就可惜我们，你看这边旁边都是路啊，都有路，都有人开，是时候换一辆带越野性能的房车了，嘿嘿，就可以去这样的地方了。我们两个把车开下路基，然后这边呢感觉很像那个网红的 U 型路，然后我们就先把车停到这边，得再往前一点点，一会儿到时候别人跑过来吧。我们下车 look 下车 look 去。哇，这边是茫茫的戈壁，然后这边马路看看，总感觉没找着那个 U 型的感觉。你说这儿有 U 型的感觉吗？感觉好像不是这边。我先把车停在这个路基旁边，月龙刚开车，他的发动机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，然后他就说他的车没力。我使劲踩了两脚油门，好了。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堵塞啊 ？OK， 故障灯没亮了吧？我猛踩两脚灭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回头一起到格尔木的那个 4S 店去检修一下吧。好，虚惊一场。对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突然间好像就堵了一下。虚惊一场，没事就好。手套上来了。网红坡找到了，在这儿。这才是真正的网红坡。我们刚刚找的那个是假的。现在把车啊开下路基，然后下去好好拍拍照。还好这两边比较好停车，这个沙子实际上已经被车压得挺硬了，我们这车在上面没有问题。下坡路段注意慢行，注意观察避让行。哇，这个胆子太大了，我去，太吓人了。一个不愿意刹车，一个不愿意离开。哇，你妈，太吓人了。来，别让他让你还跑，看你命不好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。你知道你这干什么？我把你知道是什么？我们就站在旁边拍一拍吧。不要到马路中间去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要不想把你自己撞死，你就不在这个世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脾气小一点，我把他撞死吧。什么？你要保证安全，和那个喇叭你别动。还要你说吧？我把你撞死呀，对不起，是对不起谁？好了，把你撞死了，活该。妈呀，你给我车是33车，从这边跑，我这个喇叭，你放着别动也行啊。他妈离你这么远，你还跑？再动了，对不对？要人还是需要减一下速度。减什么速？我管的标准80公里开的。不管我们减速，我心里什么80公里？你在中间就把你撞死了，你没机会说话。对，你撞死了没这个机会说话，告诉你。你说了多少个行了？你就该把，就该，我该，不该刹车。我刚才就不该刹车，刚才。
我有行车记录仪，把你撞死我敢说你负90%的责任。这个地方的这个坡道确实是比较大，然后从两边其实都可以拍，但是这个很吓人啊。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之后，其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他这写的80公里，老师傅，你还所有检录什么？我80公里，告诉你，天纽违章的，大家都能那对，都给你让路吗？有你这样的人没有？他所有检录，你们全部看上去就是80公里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啥？我说了一句不会哦。我说了一句没有，我把你撞死，你没有机会说。说了一句话没有，我把你撞死，你没机会说。没有说 ，OK。在这飞，这个地方啊确实是挺壮观的，就这么一条公路，会有很多人驻足在这拍照，特别是站在马路中间去拍照。这个在道路交通法肯定是不允许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站在马路中间拍照呢？得亏不是这个车，得亏不是这个车，我天了，这车下去刹不住吧？哦，还是很危险，还是很危险。大车在按喇叭，马路中间站满了人。哇，这个车超速了呀！我天了，这太危险了，该不该在这样的网红公路打卡？站在马路中间拍照呢，这儿倒是有个牌子，写着下坡路段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避让行人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牌子应该放在前边上边，放在这儿的话我估计有点来不及看，因为刚刚拍照的人就坐在这儿。仔细看了一下，其实这边沙漠里边其实也是有石头的，只是它会被埋在沙子里边，不容易被看到。你看这颗石头的透光性就非常好。就是这么一小颗。嘿，没事还能在这捡捡石头。好的，目标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慢慢的开过去。就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，这些人开车在这种下坡路段减速，刚刚那个车直接就是超速，绝对是100多码下去，嗖的一声特别快，大货车就是正常的80码下去。哇，这个坡好大好长，确确实实很网红。陆总看啊，还是很漂亮，但是一定得特别特别的慢。我觉得，对，因为有很多人在马路中间。这个地方要么就是开着车拍一下，要么呢就是
把车停好了，在边边上拍一下。对他们这种在路中间的，谁教的呀？在马路中间，确确实实是很危险。但是你作为一个司机啊，你也应该像我们这样子开，你不能因为他限速八十，你在这样的路上你也开八十。对，这是得因地制宜吧，也必须得安全一点。穿的这么性感吗？在马路中间穿这么性感的衣服，感觉像游泳池一样。你看我们现在的速度是放在50码，就60码以下的话，你在紧急情况你都能够反应得过来，车也能刹得住。好多网红在这儿打卡呀，真的是网红打卡点。这边这样的 U 型公路居然有两段，我去，好神奇呀！好多 U 型公路啊，但这边就是没有那边好看。这边的话要从对向过来才行。从这边拍那边的话，那个坡度不够大。这边又进入丹霞地貌，这边丹霞它的这个形状和七彩丹霞很相像，它只是少了七彩丹霞那层红，要是再加深一层红色的眼层的话，那就有点像七彩丹霞了。这边我看到有绿色的眼层。一路开过来啊，觉得这315上的景还是不错的，所有的景都是属于是原生态的，包括这个丹霞也好，沙漠也好啊，就除了这个 U 型公路啊是人修的，但是依然很壮观啊，水上雅丹呐、啊比如说那个东台吉乐湖啊，都很棒，都是那种纯原始生态的东西，就是值得一玩。那这边的自驾游太多了，看今天自驾游的车特别多，现在这条路还是很火。315前面远处看到湖泊了吧，这边就是小彩蛋，这个就是叫柴，对，小柴达木湖好像是叫，全车好像是叫这个啊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不是在这边，但是呢我们准备在这边玩一下。这一路过来有好多这样的下坡路，谁都可以拍漂亮，但是不建议在路边，好，路中间。你看前面那个车它就停在路中间，这个心是多大呀。关键我这种超车的话很容易就撞车了呀，这样的话他这个地方正好是个上坡，他看不到我，我看不到他，真的很危险。好了，我们顺利的到达湖边，很好深啊。湖边有好多车啊，露营的车，还有一辆房车。我听到海鸥的叫声了。是我手机。啊，你手机啊？然后，你手机为什么会有海鸥的叫声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了，再感受一下这个比较平的位置。差不多吧，就这样了。